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水哥。那今天我们来欣赏另外一位网友投稿的鸭鸭水乐园啊，它是直接掉到那个水底啊。这个鸭鸭水乐园，大家有没有去水底里面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世界啊？接着我们来看它怎么跑。它前上一次分享了一个视频，就是那个星地图里面的一个敦煌里面的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壁画，里面有一个小空间吧，这就是水底世界啊，鸭鸭水乐园里面的一个水底世界。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失误啊，跑进去了，大家有没有进到这水里面玩过啊？很多人都是没有掉进过水里面，是吧？没有进过这个鸭鸭水乐园里面的水海底世界是怎么样的啊？这就是这个玩家玩的，他的技术也还可以，这个漂移的也都还不错，是吧？这一局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也可以通过那个自己回放，然后分享给我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一起分享给大家欣赏一下。至于如何分享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一个教程吧。好，那我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